sunset be home. Om Guru Len sunset be home. Om Guru Len sunset be home. Om Guru Len sunset be home.只连雷藏寺这一片，金身佛塔等迅速定案，金身佛塔等迅速定案，愿速中乐透大奖，大户只连雷藏寺，速中乐透大奖，大户只连雷藏寺，速中乐透大奖，大户只连雷藏寺。卢师真的是福，说大家买乐透都可以中奖，在礼拜六说的，我们就秉承师尊的嘱咐，希望赶快有这个福报，老天苍天帮忙，让我们能够护持只连雷藏寺，来广扬真佛，广利众生。法目前真佛中师尊宣布的有颜色的唯一目前一朵的紫莲花建设的雷藏寺，放在沙婆广利众生，你的名字旁边写一个阳居，你现在是住在阳间的，在右上角小字阳居，然后自己的名字，不然这往生净土是给阴的，所以你要写阳，你自己表明身份，你是阳者，阳居阳人，阳居自己的名字，然后下面小字一点两行，在缘未清之一切众生名，在缘你欠的债还没有还的，还没有清爽的，在缘未清，第一行，第二行，之一切众生名，债缘未清之一切众生名，因为这个不晓得哪一世欠什么债，人情债、感情债、钱债，不管什么债，你没有清的，他们终有一世，终有一次讨到你。现在都要具足资粮，赶快修法，赶快补福。债缘未清之一切众生名，或债缘未清之众生名都可以。在缘未清之众生里，迅速修法善行回向，迅速修法善行回向，迅速修法善行回向，步步相讨马上了缘，迅速修法善行回向，步步相讨马上了缘，迅速修法善行回向，就是行善嘛，迅速修法行善或善行回向，步步相讨马上了缘，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欠债的众生灵众生什么时候来讨，变成有形的无形的来生病成为你的家人，让你不断的一直付钱，或是做生意来骗你来害你或是人员攻击，或是车祸或是种种这些，反正他就是要来讨你，就是很多方式来。自己阳居你住在阳间，阳居小字右上角自己的名字，写这种往生的时候特别要注明自己是阳居的话，是洋人的冤亲债主，什么祖先要写个洋居，洋居记得名字，在缘未清之众生里，为了要排整齐几个字就是这样，后面迅速修法行善回向或善行回向，步步相讨马上了缘，这很重要这一片，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讨，来讨都是让你破财的，让你伤神的，甚至于让你瘫痪不能动的，
啊、哦，让你完全要做什么事都不能顺利的，不知道欠了多少债来讨的，往往一个意外，也许一生就遗憾。现在开始就要来回向，现在有资粮，有修法，有做功德、买贡品、赞助种种，现在这就是在存资粮，存资粮就是要还，要赶快，有这种心。看看我们周遭就这样子，很多的，你自己心里应该都了解，谁是来讨的，谁跟他牵缠不清的，不管是精神、感情、金钱，总是就是这样子，啊，一直在牵扯不清，一直在付出，啊，一直在埋怨不平。我们在做的时候，多少也有这种不平的情绪、不满的心声的时候，这都是不好的。未来又都是变成一种债缘，互相在讨报。还有一片吗？对，是什么？消灾节。这一篇自己的名字，按奉瑶池金母司令光明铸造自己名字，消灾解厄，吉祥如意，律令纲，祈愿弘法利身，广扬真佛。弘法利身，广扬真佛，金母做主。下面惊叹号三个，弘法利身，广扬真佛，金母做主。请金母做主，我们是真的要弘法利身，广扬真佛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因缘，金木做主，赶快大力扶持，大力安排，走得顺利，做得顺利。这七坛是非常难得的，我看真佛宗目前的各地分堂好像很少这样做，在我们师尊还没有讲明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供了，真的很感恩他。真佛宗没有金母，没有师尊，没有我们，没有一切的因缘，所以金母是我们的大贵人、大根源，要好好的感恩感谢，也好好的祈求。师父同修，大家好，大师好，大家好，好，我们开始又要进行做瑶池金母的附魔。啊，火供了，现在已经进行到第几坛了？第四坛，我们总共要做七坛。在上个礼拜六，啊，师尊还没有主持瑶池金母的附魔法会，我们已经在前一天开始修法，又附魔供养了。那时候就决定要做七坛，因为越修越做，啊。越觉得金母实在很了不起，很感谢，很感恩。这个我从在美国就不断一直在介绍、在叙述、在解说、在给大家明白。今天没有瑶池金母，就没有师尊，就没有真佛宗，就没有我们，就没有机会能够来消业、来增福、来增慧。就没有这个缘分来增长自己的这个慧命啊的这个种种一切，所以很感谢，很感恩。我从以前有这样子的一个了悟以后，告诉大家，求什么都不如求金母来得直接，来得快。它就像慈母一样，非常慈悲的慈母，慈悲的母亲，
不断的一直看着我们，这里东闯西倒的，一直要什么没顺什么，都走不对路，求不对人，做不对事。所以在他的眼光，在他的了解，一个母亲如果看到我们的小孩想做什么不顺利什么，你说心里难不难过？那所以我从那一时刻了解，我求什么就直接跟金母求，不害羞不害怕，好，直接跟他讲，因为他是我们的根源根本，没有他就没有我们。那师尊又再次的强调，没有金母就没有卢胜彦，就没有真佛宗，就没有所有的修持解脱大法的真佛慧命、真佛法脉。师尊在上礼拜六又再一次的强调，我说过了，你说想求财，大家一旦听到要求财，那一坛的法会有求财的一定特别多，一定特别多人来。那最大的财神，最可以跟我们直接有最亲密关联的，就是药师金母，就是药师金母。所以我们不跟他求，跟谁求呢？也难怪师尊传了药师金母马上有钱法。你说那么多的佛菩萨财神护法，哪一个真正的马上产生大灵感？药师金母啊，马上给两个人来见证，一个中大奖5500万美金，另一个1亿6000万。有谁听到说修哪一问财神法能够中这么大奖？师尊在上礼拜六又在重次的讲，重复的说。可是你们听到他的说辞，一旦人家跟他们要求怎么样的帮助慈善，马上躲到庙里住了3个多月。谁跟他们讲什么，哇，他就非常的反抗，非常的不满，大家追着他们要钱。如果他事先就已经安排好了，知道想要追求这一笔意外飞来的天财，心里就已经有笃定的安排了，他就不会今天躲到庙里求救，远离一切，躲起来3个月。这就是心中无主没有方向的人才会这样。我记得有一位法师去跟他说，既然你这一笔钱是多出来的，那除了家用留下来可以，应该多多帮助真佛宗第一代的菩提事业，到处很多啊这样子的一个道场庙事要做的这个菩提事业。才这样子还没讲完，这个师姐就马上回应，我们哪里有钱，我们5500万美金，5500万美金东扣西扣，政府拿去扣税交税，只剩一半啊，只剩2-3千万啊，哪里有钱，本来很多现在只剩这样子，哪里有钱？2-3千万美金哦，不是台币哦，现在你突然中个奖2-3千万台币来，你都笑得嘴巴都歪哦，对不对？还美金哦。他说没有钱，然后他又追加一句，我这些钱是要留下来给我老公看病的。哇啊，你这么一讲，一语会成千的。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结局如何，反正跑走了，躲起来了，听说供养师尊一点点而已。好，你看看。所以呢，我曾经听过这样，知道这个事，我没有跟他开口过，其实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只知道有这么样一对人，一对夫妻的同门，但是我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无缘接触。所有的发心是来自于心里，
自主的心力、智慧。别人跟你讲，就差一截了。你要先天的具足这样的智慧，恭喜你，你修真佛秘法，你与生俱来，恭喜你，你懂得你这一世的方向，怎么样子去修持复持，怎么样子了业了缘，知道你是来这一世做什么的。那如果要人家提，你还听得懂，那也恭喜你，一讲马上就开悟，马上就知道，这也恭喜你。讲了不听，讲了又不解，讲了又不做，哇，那比完全不知、不知道的、完全无知的还差啊。给了你机会，给了你机会，有做真的就有得，有做真的有得，因为你们现在在宵夜中没有看到的，唯一能见证的，大家就是要发财，哇，修了法要马上，哇，做事业马上有权有利，有什么有名什么这些，才觉得说我求了有效，都没有去想你的宵夜、你的业障、你的意外、你的种种这些，无形中一直在消解，保佑你平平安安、顺利，没有说发生什么意外、灾祸，没有去想这些，只想你有求、你有修、你有供养、你有奉献、你有牺牲、你有付出，一定要看到什么回来，都是这样。如果越修好像越差，他不去想。我本来该还100世的业报，我就在这一世一下子把它清了。我的罪的冤敌债主要讨我1000世，我就在这一世把它还了，所以一下子就好像很不顺利，很不怎么样，没有这个智慧去转化去想，真的没有这样去想。我自己如果发生一次的什么样子的灾难，我不是怨我做这么多了，我怎么样了，你们还让我怎么样，不是的，我的心里马上要去转化，感谢苍天，也许我要发生10次的这个灾难，现在只有体会再怎么样子一点点，感谢，也许我要赔偿怎么样，现在变这样，感谢，而不是我做了多少一定要回应多少，没有就在那边生气，在那边批评大骂，在那边退让，不是，不是这样，这就要看每一个人的智慧反应啊，修持的这方面的了解。刚刚我一坐上法座，我们的莲聪法师马上跑过来，就开始在讲他昨天半夜3点多做梦吓醒，那赶快拿一个功德主来，啊！是莲从目前显现之冤亲债主缠身您讨报您，赶快替他做个功德主。他说：“哇，比我第一次做的梦还可怕，这一批现在先报了，哇，好可怕。”他昨天才做一个主祈者，为龙王，为富鲁那龙王及有缘的众龙王，才包一个主祈者，怎么会没有给他吉祥的梦，会给他这么样子的害怕的恶报的梦呢？他马上就回了一句，有智慧。他没有说，我昨天才花了这么多的钱，我昨天才怎么样做功德，怎么会这样？他马上回一句，表示他有进展。他说：“是不是昨天卫龙王包了一坛主祈者，祝他们早日成佛？他们马上知道我的冤敌债主要讨报，我的灾难要现前，马上赶快提示给我。”哎，不错，有这样子的思想。表示他有增长智慧，他有了。
不会说昨天我怎么样，怎么现在这样，没有马上拿钱给我，拿什么贵人来，怎么会这样？对了，他如果昨天没有灵机，觉得说要帮他们做一坛主持者龙王，因为一做功德力产生，护法感谢，自然就提醒，还有这样的反应，很好，非常好。我们请他出来讲，因为他什么梦我也不太详细，只知道哇，对不对？你讲完你昨天做什么，然后你又在讲你的第一次，第一次他做什么梦哦，真的发生了，像车祸这些哦，你看人家都告诉他，他也不赶快像这样子来，有这个机会，你要参加附魔宵夜，他要劫难，这是一个福报哎。你马上做噩梦，师尊说，只要做到凶梦，马上要做附魔，你还要看遇得到遇不到哎。你清晨三四点做，现在就马上有机会来消解。来，你拿麦克风讲。第一次做的那个，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就到上面，然后这样就干撞上去，然后蹦，然后梦就醒了。他的景象只有这样，然后就刚好没多久就把上次的车给他刮到一下，然后说很担心，然后还好只是一下子，然后上次说这个是我发生的灾，然后替代掉。然后这样子，然后昨天做的梦是，就是我开也是开这一台上次的呗，然后载着上次，然后开着开着奇怪，然后突然方向盘不能控制，然后就很快的飘飘飘，然后我拉手刹车，手刹车自己会跳跳跳，我又拉不起来，因为想要紧急拉起来看会不会停住，结果拉不起来，然后就撞上前面的一个很大的，不知道是游览车什么车，然后他们玻璃全部碎掉，说。然后下车，我跟人都没有事。然后上司也想，然后我跟上司，然后上司说：“你的在梦中，假如说你的冤亲债主来讨报。”然后他就感觉上的梦境给你，就是哦，这样子会好像虽然人没事，可是后续的赔偿是要蛮大一笔的才这样子。然后是非常真实，然后我就吓醒，就哇，怎么会这样？然后就赶快跑上，就问上司是不是这样子，是龙王在提示。谢谢大家。就是说，修行人所梦的梦，不管是吉或凶，都是正梦。你梦到坏，就是坏事要发生；你梦到吉，就是吉祥的事要发生。那梦到坏事怎么办？噩梦怎么办？赶快做附魔。你知道世界上各地很多道场、很多同门不懂做附魔。也没有因缘参加，当地有谁可以做附魔？有谁做附魔还要遇到有灵感的、有法力的、有福德力具足的，来消业解厄、消灾解厄，真福真慧呀！啊，这是真的。每天我们。熙熙营营，庸庸碌碌，争争取取，烦烦恼恼，就是在计较，在追求我们所要求的这些物质物相，只以为这样子的努力争取奋斗拥有的就是永远，殊不知万一业障现前呢？冤亲债主讨报来临了，你所有努力奋斗的一切转眼空，刹那之间很快的速度哦，就像他刚刚做的梦，他幸好开我的车哦，对不对？我的车提供给大家去开，然后我坐在里面哦，啊！如果我没坐里面，这下子撞人家的车，不止玻璃碎掉，连你都不见了，凹成一块了，小铁片了。早上莫名其妙有一份《苹果日报》在我前面，原来他大概出去买东西，买了一份给我自己，心有什么
感觉，哎呀，发生车祸，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我还没看，我只看他这样子放在这个桌面上走过，这样瞄一眼，一个 Porsche 的跑车的，从哪一个国家来的外国人撞死了，整个车子跑车上百万的挤成一堆了。他在得什么奖，有过什么名气都没有用，就是这样刹那之间都没有了。你所追求的，你所争取的，你所拥有的就没有，这种就叫做无常。这么多的无常的事就在我们的眼前周遭不断的，每一年每一次在提醒我们，天灾人祸无常事故，我们依然不能清醒，一定要等到亲自发生，哭天抢地，怨天尤人，这本来就具有的自然现象，只要是活在这地上，这是正常的表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已经在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恒常的事物人事，早上白天晚上黑夜就在告诉我们无常的现象，没有一件事一个人永远不变的。生出来的 baby 现在这么老了，看自己以前年轻的照片，无常啊，一直不断的周遭人事生活一直在警觉我们，你还不做准备，你还不赶快，你还以为你有多少大把时光让你浪费让你消耗，你还在做什么？你得到的你以为你永远有吗？我只要看到这种无常的现象，一天过了，一个好的变坏的了，一个健康的变生病了，一个成功的变衰败了，一个没有的变有了，一个怎么样，一个怎么样，一直不断的一直告诉你，你就快了，终究你也是这样的结局了，不断的一直告诉我们，我是这样子的感受。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变这样？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好好的一件事情怎么变这样？他在提示我们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天天呢，太多了，报不完的事情，不知道的人事，在世界各地一直在演变。啊，所以我们要很警觉性，这个要智慧耶。有这种警觉性的人是要智慧的。大家担心就是没有钱，没有生活能力，没有生活的环境，大家都认为啊，哪有那个时间，明天就没有饭吃了，明天就没有钱生活了，谈什么修什么法，消什么业，做什么善事，一定一大把人这样讲。殊不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根本，不是躲起来关在家里修，而在修的时候展开自己的心量，变成一个光明的人，不是黑暗的人，这个功德力，这个改变的命运是最大的。你回向给自身及一切结过缘的众生，及一切天灾人祸地区发生的地区的众生，你知道这个功德力有多大？你有这能力再落实去做。以前我们在美国经常做这些世界各地的救灾难，我们没有跑到当地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大把的钱去帮助，我们就祈坛替他们买贡品，替他们供养佛菩萨诸尊，让他们这一生当中多世来都不懂得这方面供养，来得到功德力的，他们都从来都没有修过法，来增加光明力的，来消过业，替他们做，替他们做，
就像精英府，你看我们这样替他们做，无主孤魂到现在都出家，哎，谁会相信鬼魂能够出家，灵界的众生会出家？明明是师尊1997年替他们亲自剃度，现在修得不得了，但是大家只是看表面而已，都没有深入其中。你像那莲宗法师第一次做梦就真的去创造，哎，幸好你是开我的车，如果开别人的车就不是这么幸运的。我的车有护法在看，你的业障再大，我的护法就说，哎，这上次的车，哎，至少我也看好一点。幸好你得今天早上做的梦是梦中带着我撞人家的车，别人的车窗都全部玻璃碎掉，啊，你没事。所以一个人要有这份的智慧的话，你才安得了心，走到哪里你才安得下心。我说过在这里是非常要有福慧的人，具足人才有办法清清爽爽安安静静，每天能够让你的心沉淀清新，让你能够修持。你在众多的环境当中，很多杂念妄念的，很多业障的，本来很清爽，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业障，哎，多一个人的影响，哎，你自己报名，只有你自己在修，你就是你自己的事，你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压力，多一份的重量。你10个人100人，你看分担得了吗？你没有具足的福慧福报，你给得了吗？满足得了每一个人的所求吗？消得了每一个人的业报吗？就是要让大家明白。我今天早上周菊师姐跑来跟我，哇，放血，哇，本来左手没事，哦，他这里扎那里动，呸，我就跟他讲，我这个手指不能动，一弯就不能动了，哦，他就很紧张了，哇，又敲又打，又更增加更多的地方放血扎针，哇啦啦啦啦，我心里就有数了。我也有讲，哎呀，今天不晓得谁的灾难这么大，今天是谁的灾难现前，哇，马上就来。那要做以前有什么样的现象，以前我都不是要在做以前这样，但现在好，我自己想一个方法，在以前这近二三十年，只要是有人报名参加者有什么灾难要现前，一定会现在你的身上，用身体去替代的这样子的环保很辛苦，有时候吐啊拉啊，那个吐啊吐到里面的胆汁都出来，那个酸味上都出来，一吐就吐个20-30次，不是就一次吐完嘴巴擦擦就好，抱着马桶一直吐，比人家那种酗酒的还痛苦，然后吐就完再换拉拉拉，你们有没有试过拉在半个钟头里面拉拉30几次，那根本就是拉到你的肛门都破掉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有那种阻止的力量。那遇到报名重的业障重要先报，就是这样。我记得有一年师尊回来台湾做两岸的和平，他自己本身哇放血一直出血，痛苦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他一开口讲他不要摄影，因为流露出去大家不明白又要造口业，他说哇他很痛苦，哇天天怎么样怎么样就哭起来了，他看这一次大概没有办法能够挡得了，要替代这众生两岸这样子的一个讨报众生的血债，他怕这一次大概通不了，他就在那边哭了。那当然师父哭，弟子当然也跟着哭了。那时候我刚去，我还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后来知道说原来在
回向给两岸，啊，做这个咸密大圆融和平的这个法会。我一听到师尊这样说，师尊这样的替代，我马上在心里就跟护摩法会的这个主尊金刚心菩萨很主动的讲，师尊绝对不能一个人承担，怎么能够让他来一个人承担在身上受报呢？这是众生的事，是大家的事，是所有参加报名者的事，我们有共业才会发生，为什么要让师尊一个人来承报受苦？我就跟金刚心菩萨讲，我愿意分担49坛，请给我这个机缘，我愿意不要让师尊这么受苦。然后我就从西雅图赶回来到旧金山，马不停蹄的，因为师尊做完就要回到台湾来，到香港再到台湾。我本来是要同期来的，但是为了发愿49坛，我就延后两个礼拜，延后两个礼拜就是这个大法会的前一天了。我赶回来49坛附魔两个礼拜，49坛两个礼拜14天，一天要做3坛4坛或5坛，每一坛就像我刚刚讲的，抱着马桶上吐下泻，整个人瘫痪倒在地上。每一坛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准备换炉，换供品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是直接冲马桶。他们好了打电话进来说上师好了，我还起不了身。哇，那真的很痛苦，有时候在做的时候一直忍，因为马上要吐出来，一直忍。我跟老天菩萨，你让我庄严一点，不要再当场吐到拉出来，真的是很难看。我愿意回去，你怎么样都可以，但千万不要在法座上这样。我知道这个众生的业很重，这两岸也许要打仗的血腥的，的这一个讨报的业很重。请帮助我，我真的愿意去付出去待业，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我一口要涌上来吐了，我把它含住压住，硬赶快把它做完，做完要礼佛，我根本没有办法跪下去，我怕跪下去汪就吐出来了，因为那个姿势往头往下面，因为我那个酸液整个人都已经到了喉咙，是我硬压着的，所以一礼佛完我马上就冲，人家跟我讲什么我都不说话，赶快冲回办公室，第一个就是马上身上的这个皮衣赶快脱掉，来不及折都马上就扯掉，马上就冲厕所，哇哇哇哇哇一直吐。他们如果半个钟头准备好我就吐半个钟头，他们如果一个钟头准备好我就吐一个钟头。哇，这个替代真的，你们没有试过，没有听闻过，没有尝试经历，很难明白，真的很难明白。我们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这是公平，应该，这不是法律的问题。一个人明明就欠人家债，怎么样就是赖皮不肯还，对方欠了债的人跟他借债的人，这个人还有能力，那没话讲。你借的钱是他全家的家当，借了钱又让他全家都不能生存，让他们病不能医治，让他们吃饭没有办法能够吃饱，还甚至于饿死家人。你说你想就这样子了了吗？没事了吗？还有其他杀人害人骗财的种种，你认为你逃得了吗？如果以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被人家这样子侵犯吗？欺负吗？恶劣倒闭吗？绝对不甘心的。结果这个人稍微受一点灾，稍微人家对他怎么样，他来跟你求，你就 OK， 你们不要还了，不可以对他怎么样了。你认为呢？你认为呢？如果有人怎么样欺负你，哦，有一个人出来叫你不要去跟他讨了，不可以再对他坏了。
哇，站在他那一边，反过来对我们更加的怎么样？你服气吗？用想的就好。所以他有缘找到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因为你的权位大，因为你的名气大，因为你的怎么样大，神威大，就可以把它压下来吗？不公平啊，在因果论里面不可以的。那谁来做？谁出生？谁担保谁的事啊？人间是这样，有谁担保？那个人逃掉了，那个人败了，是谁的事？担保人的事。以前我小时候，我有一个伯父，我爸爸的一个堂哥，生意做得很大，不晓得怎么样帮人家担保，那一个人逃掉了，失败了，他的家全部被查封，银行的钱全部被没收，全家本来非常优渥的生活突然之间全部倒，来跟我爸爸借钱，全家带到我们家来吃饭。我知道那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哭哭啼啼的，所以从小我妈妈跟我讲，千万不要跟人家担保啊，啊，那个人跑掉都是你要还啊，你看看你伯父，你看看你阿伯怎么样。所以小时候的脑袋里非常的记住这个事情，担保，担保的罪业，他欠什么你就要还什么。你说呢？你说呢？所以呢，自己这样子的经验，那回到台湾，哎，正好有这样的一位师姐，很这样子的发心，要替我们这样子的调整我们的身体养生保健，啊，我就给他转为，如果要替代，好吧，就由他来帮忙，又可以保健，哦，那时候刚开始他是用打的，你知道吗？拿棍子打，因为他说你的血液啊，这个打结，你的血管里面要把它拍散，哦，不简单呢。一滴哇啦的，哦哦哦，刚开始还不敢叫，因为丧尸嘛，对不对哈？怎么样都觉得自己很冷，很没有一回事。哇，他打的时候，只是拳头抓紧一点，只是脚心抓紧一点。可是到最后，哎呀，就只有他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不对？痛就叫啊，我会不会憋伤哎？内脏会憋伤哎。是不是哇？就把他叫出来，哎，痛啊，啊啊！管他什么形象，哎，有这样子哇，全身受伤嘞，哇，淤血嘞，可是就化解替代另外一波更严重的，否则自己有时候没事啊，会跑到你的家人身上哎。啊，我们家的小孩，我们家人真的是可多了。办完这一次法会，换这个小孩子突然肚子长一个瘤，哇，换那一个小孩突然之间跌倒，哇，换那个小孩好好的一只手马上插到这个门里面，哇，夹住整只手，哇，差点烂掉断掉，很多不停的，很多不停的，哇，像我儿子打球，大儿子，哇，我带回去这一坛法，如果这个冤敌债主太怨气了，追讨到底，追到家里，他没有办法马上上你的身，马上怎么样？他看哪一个比较弱，哪一个觉得比较不顺眼，啪！正好我有一次做完，哇，我知道跟着我回去好多个怨气，一路一直吵，一直吵，你知道吗？他杀了我们全家，你知道吗？他还把我奸杀，你知道他怎么样？你就这样子了啦？他做什么啊？他做什么？他还什么？就报个名而已，啊？买一个面包而已，买个水果就这样子了啦。那我们的五条人命谁还？啪啪啪啪啪啪啪，你要花很多的精神去感召、感化他，跟他讲因果。他在气怒当中哪有相信什么因果？那你要花时间带回家去调教啊。他如果不信，马上就跳到哪一个人身上去讨报啊。真好，我回家。有一天下午礼拜天做完我回家，我儿子说妈我要去打球了，我说 OK good luck， 他说他从来没有打球发生那个事情，他是美式足球戴着钢盔，
这样冲的，他280磅的体力，300磅肌肉这样冲，那个速度等于是600磅的这压力、冲击力。他说那一次打球，他去撞的时候，整个人翻滚。这翻滚没有什么，可是他翻滚过来是转一圈，头自己进到自己的脚前面。你们明白我讲的吗？身体翻滚，这个脚是整个弯过来，但是脚还在前面，只是身体这样子，就像人家软体功啊，软功不是常常这个脚就出来自己的两只脚中间塞下肉吗？对不对？可是他是男的，体才这么重，竟然这样子转过来，头这样进去，你说他的骨头会怎么样？整个肋骨哪里就伤到，大家又不敢动他，他整个人这样翻进去，整个身体翻转这样倒进你的脚，连医生护士来都没有人敢动，那种撞击力已经够强了，又这样子扭转，大家都这样子抬着他原来的姿势到医院去，到救护车，他痛到整个人都昏过去。他告诉我，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做这一条路啊，不是你们想象一张纸写就好啊，那是要承担的，那是要承担力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文化人员有问题，这里病那里痛，他们大概不知道这些问题，你要帮人家多承担，多化解，那么你自己本身要不断的充实，不断的把自己的智慧提升，把自己的光明提高，把自己的福德力不断的一直加，你才有办法主持法会，就像你们这样上香跟佛菩萨求，那么简单吗？是不是？就如你的愿吗？你有业要先消业啊，不然你所求的愿都达不成啊。这么重的业，就像刚刚你们听到林崇法师讲，啊，清晨今天清晨做的梦，去梦到撞到大车子，手刹车不行，方向盘不能动，这就是跟我当初刚皈依的现象一样。我刚皈依，跟周师兄、跟我大儿子、跟妙华开一部车，跟我一个朋友开部车，从加拿大开到西雅图，参加完法会再开到旧金山。我弟弟跟他的外国老婆开另外一部车，我们参加完法会就这样子，半夜法会完就开始启程。他们两位先生先开，开了一段路了，换我们两位女士接棒。外国都是这样子，长途路有两个人开就比较轻松。然后我一上车，妙华在睡觉，我朋友抱着周师兄去后面躺着睡，马上妙华就哇就大叫一声，好像吓到什么大叫，我就马上看他，我朋友就拍他，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然后碰一碰他就睡着。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为什么换我开的时候他会这样子的叫，我们人要有警觉性的，有时候是在提示你，让你知道什么问题。那我马上就换我的时候，我就看到准提佛母出现，我说什么问题，心里在想，准提佛母就坐在我们的车顶上面，那很自然我看到就说准提佛母你好，他说如念我的圣名圣号，我说几遍，如念我的圣号，我还在问他几遍，后来我问不出，我就开始念那么大准提菩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修到他的法，不知道他怎么咒怎么念，第一次参加法会，南无大准提菩萨，南无大准提菩萨，念到21遍，突然我的车子方向盘不能动，一点都不能动。我不知道莲崇法师清晨做的梦是怎么样，怎么方向盘都不能动，我的两只手根本不能动，方向盘也完全停止不动，我脚那个速度很快，不能动也就算了，我在两条路向当中马上切，把我整部车就切向中间的水泥墙，在高速公路，
马上切，就切过去。我要把要转那个那个方向盘，不能动。我马上踩刹车，刹车不能动，什么都不能。你就是眼看着去撞中间的水泥墙，眼看着要发生车祸要死。所以我那一次的经验告诉我，很多的车祸都是莫名其妙的，不是你自己，都是有这种干扰的，拉着你发生的。我那时候就知道，可是那时候我的心一点都不怕，也不惊慌，我就看着这样子离这样子冲过去，看到中间高速公路中间有时候会挡着水泥墙，我就看到已经到前面了，这部车又突然被拉开了，拉开来到底了，又再冲过去，就两条这样子的高速公路，在乡下一点就比较高速公路，就在这个路上 W 这样切了四五次，到了之后就直接拉到旁边最外面那种紧急状况的多一条路的那里停下来。整部车啊，这样滚啊，周师兄一直叫啊，我朋友也一直叫啊，哈哈，我就是这样子。然后到最后我弟弟我们停下来，他也停下来，赶快冲过来。哇，在我们转换车的时候，我弟弟叫我的儿子，大儿子去跟他坐，他就说我的脑海里，当我上车太太开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看到你们的车子发生车祸，里面血肉模糊。我在想，如果是真的，那你的儿子把他救一条命过来，至少留一个种，我帮你带，然后养他下来。所以他就把我儿子跟我们同车叫过去跟他同车，他说我已经看到你那个血肉模糊全车死掉的样子。他老婆，他讲出来，他老婆说哎呀 Oh my god， 一直在讲。他说我在前面开，我的感觉说后面你们这部车有 car accident car accident car accident， 那个外国人有感觉的，两个人同时有这个感觉啊，结果你们这样子吓死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们在后视镜啊看啊，完了完了。那是参加真佛宗第一次的法会就发生这个事，这些魔就不让我活。那多久了？妙法才生出来几个月。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想象中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他们把我一个人弄死了，下面的事情很多都不必做了。啊，都不必做了。但是很感谢，真的很感谢。所以很多事情你只要守好本分，做你该做的事，心念清明，一切交给老天。所以我会讲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人在做天在看，就是这句话。我常常口头禅会讲这句话，全部不是你的，是老天安排的。我们是替天行道，替佛做事，就是这样子。没有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伟大，自己有多了不起。你没有这些安排，没有这些提示，没有这些帮忙，做不到的。所有菩提事业就是在启发你的机缘，触动你的内心，给你机会来改善，不够福分的给你机会补福，业障消不了的给你机会来消，懂的人才会把握。所以那时候我两三年前我骨头不好，继续还每个礼拜在台湾都去参加师尊的活动，从早到晚一天要十几个小时，医生说我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我依然咬着牙根去。可以消业的机会不赶快把握啊，可以征服的机会不赶快把握。好，这给大家一个明白，
所以呢，现在就好、哦，有这个周师姐，你看，本来昨天晚上做好了，早上又来，哇，就是来帮大家。今天有谁报名的，有什么灾难，马上有一个法师跑过来。哎呦，我清晨半夜3:30做到这个梦，啊、哦，哇，怎么会？上一次有创到，所以他心里就比较急了，不是创，就进我们的门口转弯，这部车就夹住。有个角度上，然后经验上、适应上还不熟，但是本来应该是在路上发生的，跟人家相撞，就像我们的这个今天来的素如师姐一样，来这里跟我们种菜、煮饭，啊，有一次，然后又来修习斋法，修完晚上习斋法，多久？几天？当天还是什么，就马上跟人家撞车了。哇，两只脚不能动，有一段时间坐轮椅又拿拐杖。如果大家有看到，那有人就问，怎么会这样？他不是来跟我们种菜吗？不是跟我们烧饭又休息，怎么会这样？我说如果没这样，他就瘫痪啦，残废啦，说不定连命都没有啦，已经大化小，重转轻啦。你拄个拐杖拄多久？现在还拐杖还有，你看看，还有一个慢慢撑。拐杖哦，嗯，两只拐杖要半年。两只拐杖半年，那现在换一只拐杖。有时候可以放的，只是出来要稍微整。你看看多严重，一年多，你看看，这当中，哇，我说再继续修，哇，又去撞人家，那第二次就简单了。第二次撞人家那个人飞过来到他的前面的车子的前面，抓住他那个洗车的那个眼睛对眼睛看，哪有这种事才可怕呢？对不对？他没有把他撞翻，他是飞到他的车盖上面，那才奇妙，对不对？人家要求赔偿一个月至少不能动，哎呀，这要上班的钱，他是做建筑的，一天2-3千块，要他赔。他已经先赶快付他一些医药的这些，他那个没有保健保啊，有一天又这样拐啊拐，上次怎么办？我没有钱了，我创这样怎么办？我说你去跟金英府求，你请金英府帮你忙啊。我心里在这里，我叫他自己去，我就跟金英府事先就打说，金英府啊，你看待他没事来跟我们种菜，我们很希望吃这个有机鸡这个蔬菜的，每次来帮我们啊，意思一下。那我就跟他讲，你去跟金英府讲，然后谈得了多少钱的钱，赔偿的钱同样为金英府赞助。他就真的过去了，我才刚过去，他已经很开心的冲过来，上次6000，6000，我说6000就解决啊，哇，不错。我眼睛余光去看那个机，我说你们说的哈，跟我无关哈、啊，你们说6000就要6000呐、啊，他还没去跟人家谈，就先打出来6000，他马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拿6000块出来给金英府，我说等你做完再回来，你千万不要现在先做，可是他就非常坚持，就先做，然后再出发，这样就表示什么？让金英府没话讲了，对，一对金英府就跟着他去谈判，三言两语。那时候你谈什么？当天晚上就搞定。当天晚上就搞定。他本来跟我讲12000，很坚持。哦，12000，哇，从一个月的薪水降到12000。没有，他就说不行，一定要12000。我说，那你不要的话，那就送条给文慧啊。他说那好吧。6000块，这样子还不错啊。从以前坚持要一个月的赔偿，到12000，到最后6000块台币就解决了。哇，所以说很多事情真的冥冥中真的要经历人才会知道。但是今天你看，让他留下来，有健康的身体，还能支持他，当然很感人呐、啊。你看，没有说完全就是说，哎呀，我在家里好好的休想。他还拐着，还轮椅，还过来，还继续煮饭呢，哇，给大家吃哎，真的，他供养佛菩萨的功德，让大家来供养，哦。
哦，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啊功德力，哇，这是谁做的？谁出这个缘分的？都是有所得，这是要有智慧的人才知道。没有这份反应，智慧灵敏，很难深入深度去明白，这是真的。啊，有这样子的舍，才有这样子的获得。就像昨天的莲聪法师，哇，突然去帮龙王做个主持，大概很少人去帮龙王做一坛主持吧，自己都舍不得了，还为他人。啊，所以他为龙王一做，哇，龙王就欠了他一份缘。可是他以前的道友很多去当龙王，就自然看着他还在轮回，看着他这样不长进，啊，所以呢，啊，就提醒他，帮助他。因为昨天写的这些，我叫他写，叫你写什么？回向给龙王，帮助你这一世修行，啊，不能定心修行的障碍迅速消除。不要讲到说啊，请第一个写的好多啊，出世入世功果圆成什么什么这些，老天哪，对不对？你目前什么问题就讲目前就好了，你才多少钱求那么多，是不是？你现在的障碍是什么？你心定不下来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突破这种小我的观念的话，你的心量打不开的话，这都是障碍，这障碍我们修行。所以你们听我在回向最后有一个精进修持，障缘退散，有没有？障碍你们精进修持的这些障碍的缘分退散，然后智慧有上，障碍不去除，不可能智慧有得了。这是自己的过来的心声。所以吉姆，我们今天做这一坛供养来参加的啊，同门啊，都是逃班逃课来，啊，都是请假，于心难安。其实是我们自己要做，是我自心觉得要非常的跟您感恩，好，啊，拿有感恩的供养附魔当中来增加我们的福慧，让主尊金母来赐福给我们，看在我们有心在供养上，啊，请您赐福。因为你的供养的心意的大小来增长我们的福慧多少，啊，所以本来是这样自己起心的念头，但是同门听到供香送举的越来越多，我们的精英僧众也出来在前几天跟我们要求，他们要金母的附魔要做主持者，啊，我就说主持者你们没有钱啊，精英府就派出代表，面红耳赤的认为我在侮辱他们，很穷。我们也很有钱，很有钱，我想很可怜，因为这么穷乡僻壤的，而且很多人也不明白什么是精英府，根本没有人会去想到他们，是不是呢？他们的这个资金常常拿来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很懂得做的啦，所以经常就资金就不够了。所以当他们这么讲，所以昨天啊一讲就开始了，就随意大家赞助帮助他们。今天已经进入第四坛了，那帮助他们为这些护法，他们懂得说很有力量啊，很有力量。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附魔？这七坛的附魔跟往常不一样，是我们礼拜五早上修金母法的时候，金母自己说你们应该要多修我的法，那时候才提示提醒我们，对，没有错。今天的真佛中所有今天有这些法脉的存留都是金母，没有他的安排，没有这些，对，这个根源的法要好好的求，好好的修，是他说的，他开口说的，很感谢他开口说。如果大家如果还有回忆记忆，有一次是什么时候哪一年，在放流法会完了金母说声音以后，就真的我的开示就广传十方了。
然后再来他说要来我们这里做证，有没有要做一尊无耻的金身？那我们真的也在做无耻的金身，但是他就这样子讲要做证。那时候我还很直接说，哎呀，这里是观音像，是观音菩萨坐镇啊，哎呀，金母还在跟他这样拖拖拉拉的，真的太没有智慧了。他来了你就一切不要担心了、啊、那时候还跟他谈判，金母如果你要坐镇可以啊，你不是让其他的中了大奖了吗，对不对？那你来坐镇也帮助我们这里啊，也出个五个吧。金母就说20个都不为多。哇，那时候我们在的时候你没有听吗？在的听到哈，对呀、啊、所以呢师尊礼拜六又这样讲，提了那两个中大奖的，然后再来说好祝福大家，好我们的弟子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机会，所以我才让你们附魔品开始写。然后我们又来了一只龟叫做来发龟，他自己要取这个名字，来了就发，来这个地方就会发。好，我们现在尽量让他一起来修，有一天他要报名牌的，我们就把乐透奖的号码铺开来，然后就让他放下去。好，第一个号码他就开始爬爬爬爬到那个号码，我们那个号码要跟他龟一样大哦，不能他盖住那个号码我们看不到，他把他抓起来，对不对？干扰他，跟他号码跟他的尺寸一样大，我们大概要在这块地上啊。然后他一下去我们看到号码 OK， 然后呢我们写好了再告诉他下一个号码，他就在爬爬爬爬在那里，哇我们又赶快写再下一个，再爬爬爬，如果他爬到第三个不动了，你这一组就是去买三个号码就好了，不再往下了，你就下面就靠你自己去猜了，是不是？哇就是这样来发龟啊。第一次那个莲从法师抓到他在路上的时候，他那时候我跟他讲莲从把他带来参加附魔，他马上出声了，什么挖哥附魔什么什么你在讲什么挖哥台湾话什么意思，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意思啊？讲这种口气现在不一样了，几坛下来不一样了。哇，三个法师还替他们做主持者，三个评分，这三个评分，因为这三个跟他前世都有因缘。第一个就讲莲宠是他的孙子，他欠他300两黄金，莲宠说300两多少钱，一算1000多万，1200多万台币。他第一个反应讲什么？我怎么还？第二个反应把他放生吧。你看看，你看看，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啊，就把他放生吧，我们就无关了，不必还了。1000多万台币，你怎么还？可是告诉大家，那一天他真的很诚心，帮他献哈达，带着他来。一起大家分摊，报前报后，一下用小桶子，一下用大桶子，啊，前前后后，张张罗罗的，又买吃的，又怎么样？就这么一谈哦。当天晚上，我们走过去，我跟他讲，你的这个白发龟主，这个什么，是什么？是你的谁？祖父还是祖母？祖母，前世祖母，说你已经还了100两。就这么一谈，300两就这样一次附魔还100两黄金，就3-400万台币了。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真佛中的附魔，这样子的一份心意，这样的一份供养，很快就消业的，很快就还债的，很快就超生了。这是真实的，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好，我们就开始要进行今天这一坛，那下一坛，啊，我们做爱懒明王，因为是下半夜黑夜，啊，所以要做金刚护法的，最好是在农历，我们分两半，初一到十五叫上半夜白夜，下半夜是16到这个尾，啊，30或者29，
那是下半夜黑夜。所有的这个金刚法最好是在下半夜黑夜中，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们以后有这个机会，要特别符合这样子的一个仪轨或这样子的一个大地自然的相应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就后面的这一堂本来是金母，就改做这个爱染明王，因为它是宝贝来的。很多我们的临从法师昨天跪了老半天，宝贝很久，所有的金刚神拿得出来宝，最后有缘就是爱染明王。所以爱染明王，我本来脑筋就想爱染明王，因为爱染明王的那么大的一张这个坛卡挂着，比较容易观想，而且爱染明王是专门除障的，增加我们的社招贵人缘分的，很多的这冤敌化解怨气的，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等一下做这一堂爱染明王的这个消灾除障还有超度敬爱真义的这个父母法会。好，我们开始祈求来自金母，无上崇高慈悲为怀，普度众生，饶此经。今天于娑婆世界莲花理会并同众法师同门心中供养金母下降受苦，备以花香灯彩佛妙妙甘露七珍花宝，诚心一意一心来供养，以供养的名目机缘来增加今日所有参加报名众等的福慧，祈请金母慈悲一定下降受供，让我们今日所有希望学习有成弘法利生广扬真佛的真佛行者弟子，真正能够受惠，真正能够征服我们所发的愿。如果能够得到法财，甚至于乐透大奖，我们一定发愿大大扶持智莲雷藏寺的建设承办，把莲花童子降生于世，唯一目前的道场承建完成，承建起来在大扶持真佛中各地道场会命的流传。祈求金母众眷属各门上师诸佛诸尊历代祖师下降受供，是福众等夜宵福增，所发的愿善愿速成，祈求大力扶持众等迅速无名无智，消除一切冤敌小人讨报，迅速化解退散。莲花利会令同众等诚心顶礼拜拜上师，祈愿金母大力大力加持智莲雷藏寺迅速法财贵人人才速增，马上顺利建成，目前一切的障碍迅速消除。祈请金母大力扶持加持制造金身佛塔等一切设施迅速定案，善缘大助一切马上完成。莲花利会令同众法师同门信众诚心顶礼拜拜上师，祈愿所求皆能迅速如意达成。Om Mani Padme Hum。
san siddhi hom om guru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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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siddhi hom